嗨，嗨，Jenny，你好，你好，姚一航，对，是姚姚对吧？对，姚姚，你好，你好，生日快乐，静哦，今天，怡。哎，谢谢，今天想送你一个礼物，什么礼物？就是这个蛋糕。谢谢，啊，我是住在悉这个尼是的，哦，我是住在悉尼你的，住所在哪？以。这个是悉悉尼尼啊，啊，悉尼的西瓜蛋糕。西瓜蛋糕我没尝试过对，如果你下次来悉尼，我就会买这个给你吃。哎。好的，那下次去的话一定要尝试。对，Happy birthday to Birthday to you，谢谢。谢。然后你可以就是闭上眼睛许个愿望，吹蜡烛了。好的，好的，你的愿望是什么呀？愿望不能说出来了，应该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就别说了。OK，我今天也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在我的专辑上画只猫吗？你可以在我的专辑。再说一可以在我的专辑上画一只猫吗？哦，不可以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就算了吧。然后我今天晚上就会把这个蛋糕吃掉。谢谢，多吃点。对，因为我蛮喜欢甜的东西，所以没关系。喜欢甜的东西，所以喜欢你。但喜欢甜品也不要吃太多，因为甜品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拜。拜。